我跟胡我俩去过一次，开车去过一次崇礼啊，然后那一次确实是有惊无险，因为我的那个我那会儿开那个车，它没有雪地胎，就比较危险。然后我那会儿我说我说实在不行，咱俩别开车去了，咱俩就那个跟就是坐那个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群，有一个那个滑雪群，但是都不认识啊，都不认识，我俩在里头不说话。然后就是那个每天他们有那个发那个就是班车都去那边儿，我说实在不行，咱俩就那个坐班车去吧。然后他非要开车去，然后我说行吧。然后结果啊，走一个小路，那个时候崇礼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呢，哎，去那个小路，然后半夜特别黑，非常非常非常黑，你知道黑到那种就是伸手不见五指。我的那个车已经开到最亮了，那个大灯已经开到最亮了，也看不清前面，所以就很危险。然后结果远处有两个特别特别大的那个眼睛，特别大，特别亮，然后就向我们走过来了。然后我跟胡我俩在车上就傻了，我说哎，我说这啥呀？他说这是不是熊啊？这是熊吧？然后我俩就不动了，我俩就把灯关了。结果你知道是啥吗？你们猜是啥？是一匹大马，它那个还不叫马，我们东北叫做骡子，哎，北京叫啥呀？骡子，就叫骡子啊，就叫骡子，对，就是比马还大的马，特别大，非常非常非常大，然后特别亮，哎，就从我们这个车，我们那车还低，然后它就从我们这个车就走过来了，然后我俩就看这个，就跟看恐龙似的，哇，这不恐龙吗？这个有机会你们可以问问他，你可以问问他。对，然后，其实那一次还挺有惊无险的，还挺好玩的。嗯，然后记得在北京滑了一次，我俩又回长春滑了一次。对，然后。